好的，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第四轮 popping 的 battle。那么首先要请出两队的代表向前一步。老板对决，两个大哥，这个精彩哦！大哥对大哥，谁先说？我就代表我们大家问你一句话啊，我们要偶尔就是幸运赢了的话，我们还能参加 KOD 吗？我觉得悬。那我要尽全力帮了一些忙，以后 KOD 能让我多主持吗？那第二句话呢？那我说了啊，那我斗胆说一下啊。我就要请希望大家珍惜现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可能是你们离四十九强席位最近的时候了。哎呦，好狠！哥，你是直接回还是想想？我要说的是，其实街舞我们的 respect 不只是握手和鞠躬，拿出你的100%才是你的 respect。